推出三张专辑，其中最新的《Scent》里头的 Jazz Feel 是最重的，而新颖的编曲还有多元的曲风，巧妙的把一切都整合成一张，完全就是9M88 style 的专辑。特别为了今天的演出，9M88聚集了四位台湾呢爵士乐年轻顶尖好手，与他一起带来多首专辑里面的歌曲，加入了更多人声与乐器的对话，展现只有在爵士乐里面能找到的即兴这个元素。我们来介绍一下 ：On drums， 陈玄文 ；On bass， 林廷阳 ，Brandon。On guitar， 陈颖达；最后 On keyboard， 郭俊毅。准备好了没？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9M88。Oh,
身体还紧，目光依然发，就算看不住对方的日出。瞳孔的太阳旋转着烦恼，昨日里带着怎样的困扰睡着。浮云与骄傲只是日常，风能吹散多少不安的形状，是重复着贴上太多主张。只要你的眼神能变出渴望，看向我吧，你的目光始终模仿，把一切色彩变得芬芳，让这世界越来越漂亮，当我也看向你，你闪烁星星月亮，刹那来好奇心的眼光，踏出了那一步就从刚才说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所以非常的荣幸，今天呢是在这个爵士音乐节，又是20周年的最后一个压轴做演出。我是爵士爸爸，然后台上呢都是一些我非常喜欢的台湾的爵士乐手。那当然就是今天是台中爵士音乐节嘛，所以要演一些全部都是我的曲目，但是我们把它做一些改编，要真的 respect， 要尊重这个主题。所以呢，因为今天你听到的跟 CD 里面或是跟你在那个串楼上面听到的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我们有认真的
就是用心的做了一些改编，就是要献给你们，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组合，没错。